山头的台风移动速度缓慢，但已经开始带来风雨，在屏东枋寮大庄村沿海堤防溃堤，台风又碰上了大潮，海水涌进来掏空地基，堤防坍塌破了一段大约30公尺的缺口，而海水倒灌也让养殖渔温业者急坏，在垦丁南湾更掀起7米巨浪。哎呦！海水翻腾，浑浊涌浪扑上岸际。一波波越过堤防，溅起超大水花，养殖户急呀抢救身材工具，但大浪不断拍打上来，场面超惊险。屏东枋寮大庄村沿海海水溃堤，堤防地基被掏空坍塌，出现这个大约30公尺的缺口，海水倒灌。这大水一路淹进村庄道路，附近都是渔温业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紧急调来重机具，用消波块、太空包堵住缺口，避免更大量的海水灌入。风大浪大，垦丁南湾更掀起7公尺巨浪。垦丁的风浪不断增强，浪不停，一波一波的打上来，导致原本应该是游客停车的地方呢，因此积水，还有摩托车因此泡在水里。后壁湖出水口同样波涛汹涌，海水灌进来，告示牌断了。山头而发威，屏东各地海岸涌现巨浪，大浪也不断拍打小琉球花瓶岩，台风持续警戒。记者王蒙婷、简宏修，屏东报道。